2020年结婚，后来因为疫情关系，长期和老公分隔两地，便在去年12月和平离婚。现在和妈妈一起抚养儿子，经常和网友分享生活的她，27日则发文透露自己删除了手机中所有关于前夫的资料。欧阳菁透露，之前为了买机票订饭店，所以手机里有男方的护照和一些个人资料，而且之后为了诉讼离婚，她手机里还存有种种对话记录的截图，并笑说很黑暗，很难看。而欧阳菁27日才察觉，明明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了，他却迟迟没有删掉，于是终于下定决心动手清除，也坦言心情为此大感爽快。而贴文一出，网友也纷纷大赞，很棒的断舍离，不重要的人就不用留着占空间了，也再度于网上引起热议。Bye.